有好消息要来告诉大家哦，因为从今天开始，天气状况都会是蛮稳定的。因为午后热对流作用是逐渐的被限缩。如果我们从卫星云图来看的话呢，可以发现现在台湾附近几乎是没有什么云层的。从周三开始一直到周末啊，台湾会转为西南风的环境，云量减少，各地普遍都会是晴天的好天气。但是呢，午后都还是会受到热力作用。 的影响有热对流发展的机会，不过发展的幅度以及范围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的抑制哦。热对流的情况会比较局限在山区来发展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，在降水预测方面呢，中部以北的山区都还是容易会有热对流发展的机会，会有比较大的降雨可能。因此，观众朋友如果要前往山区活动的话呢，就要特别来多加留意午后瞬间的。 降雨变化了。那另外在温度方面呢、啊，台湾各地的高温大约都会落在三十一度到这个三十四度左右。而由于西南风增强的关系呢，其实，在东南部地区还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，高温大约都会有这个三十一度，甚至是三十六度的高温左右。但是整体来说呢，这一周的天气形态都还是蛮单一的，以晴朗多云，并且夹杂着部分的降雨为主，日夜温差。 不太大，不过提醒观众朋友，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，并且随时准备好雨具，以应对突如其来的降雨哦。那以上的天气资讯。